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应该没事了，先回村子吧。我要是天师门的弟子就好喽。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，所以才这么热闹。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哎，我要是天师门的弟子就好了。不错，摆得很齐。要是有风车就好了。您说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。老师们，有凶手追你吗？你的话还不如……天气也不错，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哎，彭大叔似乎不在。哦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！哎呦，这不是亲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于婶，您最近好吗？都好，都好。哦，对了，彭大叔去哪里了？哦，老彭啊，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。亲叔，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他的侄儿托我捎来一封信，让我亲手转交。哎呦，那他一般可得去几个时辰呢。要不你先在村里逛逛，或者晚些时候再来找他。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呢。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来，亲叔你有什么需要啊，婶婶我也可以给你便宜些啊。那多谢于婶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好丢。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
我什么时候能给天师门？奇怪了，明明放这里。奇怪了，明明放这里。哎，没有交易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小豆腐怎么还不回家？还不回家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多吃点，明天多卖几只。月姐姐，我也想加入名书门。使劲拔呀！那大侠看着很有本事，没问题的。斗百草真好玩，凶兽了，不出。在哪里呢？
在哪里呢？还有天师门设的防护法阵，最起码凶兽不能进来伤人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瞧一瞧，哎呦，云山，都好的。哦，青叔啊，哎呦，要不明天不是又……我这也是刚……哎，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奇怪了，奇怪了，哎，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。小蛋子他们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臭豆腐怎么还不回家？
说了危险，怎么不听啊？你拿了我的钱，凭什么不给我踏雪寻梅？好香，是不是真香？那天我看见凶兽了，光头就有三个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对，你瞎说，明明是两个头。哎呀，你俩喝多了。总之，不给我踏雪寻梅，我就不走了。你跑什么？有凶兽追你吗？哎，你都会。青叔回来啦，多绣几幅，使劲拔呀！我出去抓鱼都是提心吊胆的。豆白草真好玩。还好有天师门设的防护法阵，最起码凶兽不能进来伤人。
我们上。凶兽老不出，月姐姐，我也想加入您。明天多卖几只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怎么玩到现在呀、啊？饿坏了吧？小黄说了危险，怎么？小曼，有凶兽追！你拿了我的钱，凭什么不给我探险兄妹？我不是说了吗，你得让你爹娘来娶踏雪寻梅。总之不给我踏雪寻梅，我就不走了。他家就在小吃摊附近，他爹姓李，他娘姓顾，应该很好认的。有凶兽追你吗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结果如何？你是不知道，真香、啊！我看见凶兽了，光头就有三个。哦，对，结果如何？有凶兽
青叔回来了。凶兽老不出，我出去。凶兽了，月姐姐，我也想加入你们。明天多卖几只。季大侠看着很有眼神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哈，真是出息了啊！乖哦。凶兽的眼啊，结果如何？你跑什么？有凶兽追你吗？你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要是有风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要是有风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您是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你怎么整的？真是出息了啊！乖哦。各种新奇的铜玩嘞，来看一下。来，来，小玩意儿，看一下嘞。说了危险。青叔回来了，多秀几幅。凶兽老不出，我出去转转。上！
提青雷，好机会。哎，我要是天师门的弟子就好喽。青叔回来啦。你怎么长？真是出息了啊！乖哦，明天集市我给你买糖。各种新奇的铜丸嘞，来看一下。说了危险，你跑什么？结果如何？您是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。要是有风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不错，摆得很齐。